奇怪的武器，一 ZF 杠一多功能步枪，来自于电影《第五元素》，弹头博士的最强发明。第一形态加特林追踪，一次可装配3000发弹药，一秒可发射300发。如果锁定了攻击目标，那么子弹会像长了眼睛一样，从四面八方追踪而来。这款武器的性能把外星人吓得一愣一愣的。第二形态反坦克火箭筒。第三形态袖箭。第四形态抛网。第五形态喷火。ZF 杠一集五大功能为一身，外星人看到后非常满意，当即就订购了这批武器。当然还有一个隐藏功能，大家知道吗？第二款奇怪武器古灵精怪枪，来自于电影国产007，这把枪的原型是德制瓦尔特 P1 9毫米手枪，但是在达文西的改装下变得非常古灵精怪。第一枪子弹射向自己的反方向，这样的作用是防止枪被别人抢走，对自己造成威胁。然后是第二枪，子弹又会调转方向，从枪口的正常方向射出，这一去一来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前前后后都是自己打自己。不愧是特工阿星的专属武器。第三款奇怪武器哨剑，来自于电影银河护卫队3，勇度的专属武器也被叫做亚卡剑，它是用来自半人马星座4号神秘矿物质亚卡技术制造而成。其实哨剑的工作原理也很简单，主要是通过特殊音调与亚卡剑产生共鸣，勇度种族音长期与亚卡金属共存，从而才学会了可以操控亚卡金属的音频口哨。目前整个漫威宇宙就两个人会使用，但是这个哨剑的操控还是需要大量的练习的，不然很难做到人剑合一。谁扔的刀把？